我们的涛姐因为有任务在身，所以呢由我跟我们的汉哥一起来完成今天特别重要的任务。我跟汉哥呢给姐夫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行程，姐夫受难日，有给他们设置一些考验吧，希望他们今天呢能够通过这次考验，能够跟我们的姐姐们更恩爱一些。这次涛姐不来了，其实压力还挺大的。昨天晚上彻夜难眠。你们这次安排有进步吗？非常有，反正我肯定会尽我的全力给姐夫们